咱要来举行洗礼。新年的洗礼的部分，咱第一新年的洗礼有五位哈，陈丽君、徐凯琳、李明德、阿李博生啊、何以晴啊，这五位是新年的洗礼。幼儿的洗礼是李怡芝啊，要针对这两姊妹来洗礼。咱即阵来唱圣诗，咱先新年的洗礼吼，咱唱圣诗212首，圣诗212首，咱坐的银门都212首，咱人既然大侪来出席，在银门中间，请咱休息的人，咱来到头前这个所在。
所用水甲你行洗咧，互你归伫爸、囝、圣神的名，阿门。Thank you.
感谢谢谢了。这是最美好的时刻啊！一生的中间，这是一生的另外一个人生顶头生的开始，也是上帝最大的祝福了吼。啊，咱也为着因五位来祈祷，互因伫一生的历程的中间，无论任何的经历，咱为的代祷，真做伊上大的帮助甲鼓励。接下来咱幼儿的洗礼吼，李怡君吼，幼儿的洗礼，李怡君。咱请，214首吼，214首，咱这个囡仔好嘛，214首幼儿的洗礼啊，来咱请爸爸妈妈。照耶稣基督的命令，
个细囝受接纳入伊的教会，做会会堂会员来有份信仰的稳定。当伊个细囝的父母甲证人亲自来作证，也分担责任来培养伊，直到领受见证的。阿门。咱请拄只乡邻洗礼，啊，乡邻洗礼来到一头前，咱就请男朋友去甲伊献花吼，再来翕相做纪念。Thank you.
释哦，牧师来问你来答。你要领受他的书的至今，你有确信这是上帝的调用也无？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，做你信仰甲至今唯一的根据也无？教会头是耶稣基督，伫教会中着作伊做主，就建立关系教会中达顶去的事，着我靠伊来释怀。你又要安尼做也无？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四道圣经、弥赛亚圣经、为主恁书籍、信仰告别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也无？长老教会是起坐伫上帝的话，接受你以后所信、所传、所行无教。教会发起发挥，你肯含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也无？这点是会友的誓约，咱请咱的会长来起立，牧师来问咱做伙来回答。你有相信刷告别耶稣基督做救主、做教会头也无？林义军受派做永福教会的传道师，恁有欢喜要接纳伊、敬重伊、疼痛伊、体贴伊、替伊祈祷，甲伊同工兴起上帝的国，煞恭敬伊，通予伊较利益教会，要要安尼做也无？关于保持教会的秩序，若双方有失策，应该通知社会。通释法，毋通四界来宣扬，比较妨害教会大局，恁要要安尼做也无？啊，这点有需来宣言。我奉耶稣基督的名，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宣明，设立你做本教会的传道师。当你受设立做传道师，要谨持你本心，甲你的教示，常常关心伫遮的事。因为安尼行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，阿门。啊，即个请咱兄弟姊妹来坐，或者唔请坐，来咱迄个义军吼，来咱的迄个社会员，来甲握手啦吼，来甲欢迎，来握手吼。引起伫咱即间教会吼，啊，同齐互相的关怀、帮助、利益伫宣教事工的顶面，大家也为着伊吼，常常在祷中间互相提携、互相祈祷。